首日会议在加州大学和平分校校园举行，主办方之一的该校多学科综合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告诉《美国之音》，文革是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毛泽东闯下的祸甚至比纳粹德国的浩劫更大。既然如此，我们都应该研究它，应该回顾，应该理解任何能够理解出来的一些教训。可是在国内，在中国国内做不到，他不能开这种会。所以我不是说专门是我们这儿这个校园应该举办，可是海外肯定得有人举办，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研究对象。林培瑞主持了首日首场为5位80后文革研究者专设的讨论会，这也是本次文革讨论会的亮点之一。他们就文革中的暴力、工作组、工人派系斗争发表了论文，并与与会者展开了问答交流。纽约80后文革研究者陈闯闯说，研究文革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官方对这段历史档案和叙事的垄断，导致历史真相至今不清。但是如果这个时间越拖越久，现在是已经文革过去文革开发开始之后已经过去50年，如果再过10年20年还没有机会拯救的话，那么这段历史我相信真相就真的不可能再被大家弄清楚了。80年代著名纪录片《和商》总撰稿人苏小康说，虽然这些年轻人对文革的研究很初步，但却很重要，因为要把中国的文革变成像犹太人对大屠杀那样的普世记忆，就要靠更多这样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我们文革没有啊，什么时候可能变成就要像我们现在今天在这看到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他们都加入进来，他们都开始做这种最基础的这种研究，他就有可能了。这是我今天感受的。历时2天半的文革研讨会将发表40多篇论文，并由明镜出版社在年底前出版上下两册共100多万字的文革50周年论文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洛杉矶报道。